起码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这有一些吐槽，也有吐槽，就吐槽平常也吐完了，对什么对人不？他对人不对事呀，陈总你啊呀，对事不是说说出了心底的心底话。鞋子这个问题你没有考虑过啊？什么鞋子？啊？什么鞋子？一整天在厨房里面走来走去，那个汗那个鞋。你觉得有味道吗？应该有，可是我们还好。我没有出汗，没有什么味道。你自己觉得没味道，你不代表人。如果有味道，你一早已经跟我讲了。我没有讲，我就做这个行为，就放在鞋袜放在外面，以为你们看到这个行为就会。不看我就是我老公的。你看看自己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真的没有味道，我很干净的，肯定有，哪有味道？没味道，没味道，我很卫生的。就当然，我讲完，你们也可以讲一下其他的。我接受你的建议，但是下意识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麻烦你不要带那么多行李到的旁边，可以吗？对啊。为什么要带那么多行李呢？关了什么事？我是代表大家问你。但是他除了行李多以外，鼻水也多，纸巾特别多。这个脏兮兮的老头。还有就是我发现他那种是四声的，他有四声。你没有。我也有，可是他的是不一样。就是啊，小春到了。不就是说凌晨三四点突然的。哇，我都好像整个人醒来了。哪有那么严重啊？真的很大声啊。我觉得没有，他只是到三四点的时候就哎呦哎呦哎呦，你就讲什么？有一天你说他是不是输钱了？